哎，早上好。上面好像都满了，好像怎么回事？他们满了。对，进不太去啊，好像他那个都关园，我听说。那咋弄？停在这儿，这边好点儿。这感觉这个味道啊，没有那有个点味道，刺激。他们昨天晚上说了，是上面的那个，对，我知他道，们傣族酿酒，是吗？酿酒，它好这像个有味点道，你猪看味。现在没了，它一嗯，阵一阵的，好像是。现在也有。哎呦我操！就那咳嗽一晚上。咳嗽一晚上。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车挪到这边来了，这个地方稍微干燥一点，把车挪过来。然后现在整个的疫情好像走不了了。我们出去采购一些物资，先采购一些吧。等疫情一解封，我们就立马出发海南，不在这边待了。但是现在想走走不了。这样走我脚都抬不起来，是吧？这还你。我拿手里呗。2公里就有一个农贸市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当地的这个农贸市场，囤肉，要囤点菜，排骨。这个。啊？四个盆挺够的。哎呀，那种完了，那边是吧？没人，对，我把俺们丢下。这是啥？牛肉。囤了一些这个排骨，还有五花肉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买点菜啊，鸡，哎，没看着啊，要不然吃完再来买吧，再够吃一顿了嘛，是吧？买点菜吧。那个苦瓜，苦瓜不好了，丝瓜。那到这边看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来买一些这个铺在地板上的地板胶，到时候铺在我们那个帐篷底下。这样的话就是买这种，没买那种，那种可能沙子啊就会钻到里面。然后买这种的话，一方面打扫干净，而且这个东西都不贵，几块钱一米。这样的话，回去铺一下，走的时候就，如果能装下就带走，不装不下的话，脏的话就把它就不要了，因为这很便宜，这个东西。给他们带2米那种，既然都买了，就给他们带回去。那，给他们带2米那个回去吧，那个好像很轻。就买了这种地板胶，往那个帐篷里面一铺，这样的话呢，2个小狗就可以出来玩儿，不然的话。那边那个沙子太多了，外面把它们弄得太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从外面回来了，要自己丰衣足食喽。要把这里给它都，哎，这个有点硌脚，找个平的填里面。我要把这些石头都清掉，然后把帐篷在这搭起来。现在版纳封城了，哪也去不了了。啊，对，景洪，我们要必须从这边走的话，必须要路过景洪。现在肯定是哪也去不了了。跟着那一道光，一起实现梦想。
好了，我们的这个帐篷现在搭好了，然后把里面弄一下。本来这次在这边没想搭帐篷的，因为住不了太久，然后想着就走了，结果这疫情又给我们困到这儿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支桌子，把我们的桌子都支起来。没有这个，可以是不是也可以从里面开呀？里面开的成啥？纱窗卷起来。那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拉链？啊？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拉链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可以往下卷是吧？不是，它这个是透明的，这个。就是我们要那个开纱窗的话，必须留纱窗的话，必须这个全部那个。如果说留那个的话，只要把这一层打开就行。啊，这是光这个光要播阳光的时候是吧？放这儿了。再支个饭桌。小窝搞好，我热的闻不出来。好了，我们顺便拆一个锅底，前两天到了，一直没拆，帮我拍一下。你看，大师出手。是不是有点暴力？有一点吧。你啥时候拆快递不暴力的呀？刚刚我在那个的时候看到那种 好多小彩灯，就是我们买这个地板胶那个地方想买的，但是肯定比你这个好看呀。那灯就是亮亮就不亮了，要买就要买那种专业的户外灯。哼，你这样没有经验的人。好看就行。
它不亮了就不好看了。专业的里面还送这个垫子呢，看到没？没看到。哎呀，你这个不是有个大灯泡吗？我操，就一个呀，我以为是一串呢。没事，无语了，刚好挂在中间，那这一点美感都没有。我以为是一串呢，那视频上是不是一串？请问你这一个多少钱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够。没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嗯，哎，我是在哪儿买的来着？京东还是淘宝？京东吧。哎，我还期待着你挂 一排彩灯，好看的嘞，结果就一个，太失望了。仙儿，你俩今天是不是打架了？干大架了，而且好几架打了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人家是买了好多个，你像我们这起码得买一二三四个，我以为是一串的，它其实就一个，一个就一个吧。一个有啥用？哎，全部收拾完了，收拾这一会儿感觉还挺热的，这最后坐下来以后呢，就感觉没那么热了。看我们的茶桌、咖啡桌、音响都摆上了，然后怀里抱个小狗，这边是餐桌，我要一人一只现在。哎呀，看那边夕阳已经落了。没有看过海吧？我们歇几天，我再带你去看海啊。这两天咱走不掉了。